爷爷父亲都妻妾成群，在密密麻麻的树林拥抱在一起，四九音信。那你要的时候他健步如飞，他也昂首挺胸大口的饮水，还有什么能束缚了他，还有什么能阻挡了他，还有什么能强迫他，他感到如今此刻大碎的壳。其实我的祖先是恐龙，食物有蔬菜和昆虫，裹着外衣我好久不动。我爷爷父亲都妻妾成群，在密密麻麻的树林拥抱在一起，赐酒迎新。还有什么能阻挡了他？还有什么能阻挡他？他感到如今此刻大碎的壳。大碎的壳。拥抱在一起，赐酒。